微博快递。白色的 iPhone 4咧，搞咗咁耐都未出，今日喺微博上面竟然见到 iPhone 5喎。佢咧就有呢个 1.5GHz 嘅 A4 处理器啦，外壳咧就采用全新嘅材质轻层，具有呢个防刮同埋防磨嘅功用嘅。仲有呢个800万传感器啊，而且 iPhone 5咧完全解决咗呢个信号嘅问题，更加支援呢个 4G 嘅连接，就有32G 同埋64G 拣嘅。即系睇到都觉得吸引啊！不过咧呢个系真定系假咧，就真系无从稽考啦。微博快递。